上长官贵宾的部分呢，如果有疏漏的地方，还请各位多多海涵，稍待再为各位来补充介绍。好，很快的，今天我们是食材节，所以今天我们云林的在地的食材鲜原料，出发出发，很快，很小心，传统创意的美食，再添加任何的调味料，如何呈现？请跟我们的杨秀慧小姐，云林食材节，大家走。我们身为一位云林人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份荣耀，是一份骄傲。过去看哦，来，云林食材节，打开。